看到这个，忍不住想到从小到大常常被甩。小时候对于甩这个字情有独钟。小时候巷口的杂货店总放着五彩缤纷的零食，我都会趁家里不注意偷买零食吃，但还是老妈算得精，逃不过她的法眼。学校的校花长得美若天仙，好想追到她，快点，想要一清方泽，就快要手到擒来的时候，果不其然被甩了。但我这个人不怕甩，校花去哪我都抢着当司机，再接再厉再告白，我喜欢你，也是用完了就被甩。这个甩我很有经验，在面对闸环道过弯时千万不能被甩，一定要提早减速过弯才能安全到达目的地。大哥，你开车这么多年，大车过弯道真的有那么危险吗？有，你没看新闻有在报，这两年有70件匝道翻覆事故，很多都是大货车，而且大货车过弯一定要减速，不然这样甩出去造成的损伤比小客车严重多了。爸爸，你开好了。最重要的是我有甩不掉的东西。为了家庭幸福未来，匝环道过弯。减速慢行，安全降临。